今天来录一个我最喜欢的零食，这个是上好佳的芝士条。吃完这个芝士条，一定要舔手指。我觉得这个薯条番茄味的最好吃。还是要舔手指。芋泥卷，这个味道特别有童年的感觉。爆米花，
感觉这种小包的零食适合拍视频，大包的那种适合直播，然后边聊边吃。小包的拍视频，一包一包特别爽。条。这口感跟味道都好熟悉，像小时候吃的一种零食。但是我又想不起来是什么。洋葱圈。我记得大包装的洋葱圈是大的，这小包装的居然是小的。正好家的汉堡球，
乐事的黄瓜味。这个点心面，这个是麻辣牛排味儿的。这个是红烧牛肉，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味道。甜口的干脆面
好奇怪呀、啊！我家小鸡一闻到这个味道就疯了。这个有点辣味儿。自从养了狗，我不仅吃完东西要擦桌子，还要认认真真的把地扫干净，就怕它捡起来吃。